都是有海外队伍，这一次是 Zeus。4M 也是来到现场之后发现，哎，这哥们来的还挺快的啊。目前看到踩点是 4M 一人在远处架点，而 Zeus 四名成员都在近点附近。4M 的话要不要小心一点点，毕竟是人家的集合力量更大一点。其实 Zeus 啊，在今年 PEI 的时候也是频繁的落地就开始揉点，当时是在揉点里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绩，这也跟他们 PEI 最后啊能够追到积分榜的前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。嗯，滨海小镇也揉起来了。滨海小镇最近这两天确实是一直都不太平，不是上局比赛 L 城，这把滨海小镇就两张大地图最偏僻，而且物资都不咋地的地方 ，Ice Boy 率先被放倒。这是来自于线上的枪线 ，Victor 在前期确实杀伤力太大了，而近点的两名成员可能是想先包一波。左右快跑啊 ！4M 这边一架三冲，城区作战，只要过点我保存的，我只要我过点把自己保护的更好啊，我近距离集中，这就是最可以发挥出来我战术优势的一种。哎，清晨应该是听到跳下来这个声音，抓了一波后摇。现在看，侧顶跳枪直接拿下，主要是这个脚步实在是太大了，没办法。旁边的队员呢，因为有围墙的卡住，地形杀帮不了人，没办法。贝利要不要？贝利和盖德雷斯要不要先考虑汇合一波？如果说近点再是一打一打四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活路的。跑都不好跑喽！你看到他们背着的方向是西南面啊，新山城的马路是往东北方向拐了个弯的。看看有没有一些反打的机会了，但对于 4M 来讲啊，也一定是要稳住啊，千万在人数多的时候，我要极力的避免近点一v一的这种情况。百利费又倒一人，九世在架点过程中，在远处应该就被抽倒了，很可惜。如果说这个高点不倒的话 ，Make One 还是比较难去操作的。NV Nova 是的，Billy 这边哦 ，Godless 连打带补了小小剑，枪法快。天枪卡没卡住，比较可惜了。位置被完全锁死，哎，这应该是头甲不太好，一枪就中了。单挑，又是单挑，都是 AK， 状态是清晨领先。欢迎来到虎牙猛男杯2020夏季赛拳王争霸地图新山城，选手阿贝利和清晨。现在这里挑出去的人，拿到八分的前期分数，独享整个新山城，关键还能把队友扶起来。先看这波清晨被压了一梭子，不过还好 ，FBD 的状态更惨一些。身后的队友都在期待着你们这一波对决，是清晨56伤害直接拿下宙斯，还好还好，兄弟们赶紧扶快点。